全蛋糕配置，出发。超大型巨人换新的火主有二消，我懂，但是有时候二消很难转。我会觉得直接排就行。不是对，其实，哦，转速时间很爽哎、欸，这样就轻松很多了，整个爱轻松很多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感觉这个转速时间我能过吧。火主比较不拼运气也是啦。第二关。欸、我们是刚才在这边开五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直接开五双，对吗？是这里吗？对。光柱用叠的，等一下按出这样子 ，OK。不用客魂打吗？客魂打应该也能过。哎呦，一回就过来，怎么回事？这边稍微洗一下技能。炭治郎能跟巨人换吗？认真讲，你带炭治郎的意义在哪边？我不懂。你不是今天就要组这队解成就吗？组全火人，那、啊、你换炭治郎就不能组全火，就不能解全火成就啦、啊。你当然可以换炭治郎啊，但是。意义在哪？我不懂。啊，这样好了。爆好我没有试过，但我猜应该有机会吧。很多队伍都有机会的、啊。这样的吗？好，稍微叠个猪，睡觉的晚安。哎，过了，舒服。下面一位，这里就直接先开这个，然后直接手转。看起来火猪可能比较好哦。啊，不对，暗猪要在这边消，然后光猪在这边叠。然后这里的话走这个路线，这样可以吧？感觉有叠到又好像没叠到，介于一个有叠与没叠跟没叠的之间，打不过还是过 ，nice。第四关，九康以上，然后不要小猛猪，哇，这里要叠也是很辛苦哦。这队过了是不是就要关了？是啊，今天最后一队啦。尽力叠了啦，什么甜奖啊？来一下吧！哎，靠腰啊！差一康否是怎样？搞是吧？我现在故意这个地方好，没事，这样我就不用叠珠，也不错。好，甜奖有没有？来一下，别搞啊！有了，这队大概你要玩这队，我觉得你平均可能要八康以上哎。手掌要八康以上，比较容易过。哇，这个有八组的属性珠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七，好像没有七组而已。还是直接开技能干他好了。啊，我们刚才是不是在这边差一点点啊？这个加这个，不要犹豫，直接打他就对了。好，直接拉角色珠。有时候犹豫就会败北。嗯，嗯，等一下，这样呢？完了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尴尬、啊？这个好像没有八组出人，重新开。OK， 那你也是蛮猛的。好，我们哎、欸，你看懂这个操作吗？这个操作我们叫黑科技，学到了什么？感觉学到怪怪的东西这样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能消得这么好，我刚才在干嘛？我不懂啊。我们这步就消得
挺溜的，然后没有天降哎，靠腰，哦，伤害相当够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我感觉这边不用开加康的哎，我看那个伤害无情输出哎，然后这里的话我附加效果消除，加上继续无双。哎，真的要无双吗？他才300亿的血量哎，好，还是要无双，月下关也是要无。然后直接干了吧，我感觉是这样。你消除掉了农界的加康啊，可是只有农界加康这边也不能过啊，这边一定得开一个附加效果消除啊，懂吗？所以我没有办法。靠，要这转速时间怎么那么短啊？哎，这极限了，超极限，各位还叠珠，无太无情了。这肯定要给我十七康了吧？起起来，老天师，给他一个 respect 啊！我操，有料啊！哎，这不能开，真的很可惜。哇，我的剧本原本是这边开这个的，没想到他被挤晕了，那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拼一波了。哦，有无鼠强化，哎，好猛哦！这对好神啊！这我们如果有无鼠强化就可以慢慢磨，没有无鼠强化就。有点问题啊，还能起舞，各位没问题，这边卡住了，我们直接开技能，非常舒服，各位直接干他。哎，其实我有点小后悔，哎，这边不应该开技能的，因为下关更需要爆发。也还好啦，因为下关才300亿，这队是有机会慢慢磨过去的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边我们直接果决一点，直接开这个，因为要三回合之内带走他。哇，这么多的应该可以吧。哎呦哎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版面其实极度的好，真的。不过为什么都等一下，为什么这都卡在这啦，靠腰完了，出事了。你妈完了啊，算了，那个垃圾卡那份不是很重要。OK， 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，各位。呼 ，OK， 我大概理解知道怎么转了。有了吧？这个叠珠，这波不死，他下波也得死。刚刚没有疲惫哦。红哥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可以直接开这个了，拼一波了。嗯，好的 ，OK， 这个版面也算还可以，直接手转搞一波，结束。王一在那个洗技能就好了，跳起来没什么用，就是不用附加效果消除。好，我哦。六之一没有疲惫哦，哦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样吗？你们是这个意思吗？真的、哦？哇，那确实是我有点小尴尬了，各位，有点尬了。嗯，这怎么转的？好猛哦！他们可以打疲惫哦，那就是我操作错误了，但没有。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们现在还在就行了，还在输出就行了。啊，看起来是这样 ，OK。哎，你们都会转这种吗？应该会吧，还 OK 吧？23盾加上这个角色猪 ，OK 吧？各位转不到的稍微练习一下，非常轻松的，各位。没有农机可以换谁？没办法，这队一定得在农机，没有农机你会玩不下去，相信我。先抓五颗的出来 ，OK， 理解。这边直接手转，嗯，结束。开技开太顺手了，没有，我刚才原本就是想要，哦，那其实这只不用带耶，会更轻松哎，这只可以换个加 combo 的之类的，嗯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要开个技能还是什么的。OK，
结束。闲谈都不够让他一卡，确实这张卡也是没什么用的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开技能了。嗯，哦，试试看。光珠先用完，23哦，这样子，靠腰这样，哎、欸、有了，哎、欸、这版面很漂亮哎、欸，舒服，下课。这标题要下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都行吧。好，这边就是爆发全开，先把它 变成那个木薯的，然后再开加康的。靠腰怎么这么妥了？好，再开这个。最后开贝尔托特，希望哎，聊天室可以帮我刷一排20吗？这边有20，看我们才能过啊！我们直接收着。完了，我怎么觉得我手转像坨屎啊 ？Like shit！ 出事的，出事的！啊，这个没转到，好可惜哦。我想说搞我啊，差点以为要爆炸。好啦，走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看我失误都能过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肯定能啊，没啥问题。而且我还让一卡、欸，正常来讲这张是不需要带的，附加效果消除是不需要带的，因为那个有亢奋的话就不用附加效果消除，所以会更好过、欸，比想象中更好过。你看我都让一卡都过了，你们肯定能。如果说我不带那个附加效果消除，我可能带火屋还是什么吧。伤害高一点的可能就 OK， 或者是加 combo 的。好，就这样。